我一直输完钱，我又一直在借来钱，然后再筹钱过来，又在 trade， 从 part time 转去 full time， 你必须要承受负债，你会有压力，因为你输掉的钱是输别人钱，而且那时候你是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实力去还这一笔钱的。你不要帮我拿这些，我去灭你们的。你下去啊，好下去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nson Dan 的 Traveler 做手播客，我又回来了。So 今天是拍爽爽 vlog 加爽爽教学。So 现在你会看到我穿西装这些，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才从 David Justin 的，你看到这个拍吗？我们在这个叫 Majestic Hotel 的地方就有上课了，然后我有被邀请上去分享自己做 trading 的一些心得跟 strategy。So 我就穿到比较正式哦。刚才在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他来跑来问我，因为我做 trading 嘛，我完全是靠 trading 赚钱来养活自己，然后甚至买到自己的那辆 Merc。 他就问如果我要做一个全职的 trader， 我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我需要怎样去筹备自己，然后去经历这些做 trader 的阶段，装备好自己，然后准备从可能 part time 做 trader 慢慢 trade， 然后变成想要做成 full time， 就是完全由做 trading 来去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从 part time 去到 full time，Before 要讲怎样做到，我想要先给你们了解，其实从 part time 转成 full time， 你会遇到什么挑战，你需要经历过什么挫折，还有需要去经历到怎样的一个蜕变的过程。所以你们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了过后，才真正的考虑要不要真的从 part time 转成 full time。OK， so 与其去谈说怎样去做到，我想要先让你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that 你需要去 expect 到，然后再来做选择，你想不想真的踏入这个专业的领域，然后真的靠 trading 来维持到你们生活，甚至达到你们的财务自由。 OK， so 我们先下去先。哇，下大雨。OK， 我们到了，我们来海外天，这里吃。啊，是这个。OK， 所以刚才那边有点吵，我看我还是稍回去车上跟你们谈先，然后等下才下去跟他们吃东西。好，给我上车先啊。Hello， 1 2 3 4 5 6 7 8 9 10。OK， 首先要先跟你们谈一谈成为专职操盘手或者是 trader 五加一步的辛酸。所以你们要总共经过六个步骤，而且都是比较痛苦比较辛酸的步骤， before 你可以成为一个又赚钱又有时间然后又有自由的一个 trader。 OK， 所以今天先跟你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听完了今天全部这五步甚至到六步你都可以接受，甚至很希望可以胜过这个挑战，克服这个挑战， OK，要成为全职操盘手应该对你来说不是很难。可是对于有些人觉得这个难关或者是这个挑战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胜任甚至是恐惧的话，你应该要再三思，如果你有想要成为全职操盘手的一个意愿。 OK， 所以我们就不废话，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So 第一步就是当你还是刚刚踏入 trading 这个领域，就是这个行业的话，我们就不谈 strategy， 我们也不讲资金，我们不讲你多厉害，我们要谈的是每一个人都会经过的那个路程。那个路程就是你要从一个本来什么都不会变成到已经很有经验很老练，什么情况不管不同的 solution 你已经经过了的，你已经懂要怎样去解决了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是蜕变，而且这个蜕变的过程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过的，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是没有办法过这个坎的，代表说十个里面只有两个人可以成功蜕变到。意思说什么？ trading 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高换手率，也是一个比较高淘汰率的一个，你可以算是一个职业吧。可是为什么这么高概率会失败的东西，为什么当初我在失败的时候我不是第一个观念打消念头讲哎呀 trading 可能不适合我，因为很多人可能输了一轮钱，输了几千块甚至几十千几百千，他们就已经放弃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了那个十个人里面的八个。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栽头栽脑的怎样都要学好 trading？ 因为我跟你们讲过了，在我还没有在 trading 这个领域有小成功之前，我已经知道 trading 如果我做得好的话，它可以给我无限的自由，因为我要在哪里 trade 都可以，我要去哪里，我要去韩国，我要去日本都可以。第二，它没有一个资金的限制，没有资金的限制就代表它没有赚钱的限制，你要赚多少，你要拿多少是没有一个极限在的，只是看你有办法去 handle 多大的一个资金。所以这种种几点呢，就是让我怎样都好，我一定要学会 trading， 不管我失败几次，我一直输完钱，我又一直在借来钱，然后再筹钱过来，又在 trade。在这个过程中，每跌一次，我就学到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所以去 trade 了，然后输钱很痛苦，又在慢慢爬起来，爬回来这个过程，这样来回反复，每一次失败了，爬起来，这个就好像你是蜕壳，再生成一个新的壳的一个感觉。蜕变不蜕变的道，到最后的那个 level， 就是你可以靠 trading 不只是赚钱。可以维持生活，甚至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你的事业，甚至可以让它来帮到你买房买车，来实现你所有一些物质上的梦想。所以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有靠到它从本来这么低慢慢累积经验，才有今天小小的一个成就。 OK， 所以第一个挑战或者第一个心酸，没有人可以帮你，当你输钱当你亏钱的时候，只有你可以去承担那个负债也好，或者是你亏钱的那个 emotion 的低落。所以这个是你第一个心酸要去克服的，因为没有人会帮你，也没有人会去理解，因为这个是每一个 trader 都会有的。从 part time 转去 full time， 你必须要承受负债，你会有压力。如果你真的要从一个 part time trader 变成一个 full time trader， 你至少也要给自己有一个六个月的开销来去活下去。所以你一定第一个目标，你不是讲要赚多少钱先，你要先想办法可以赚到你未来六个月的生活费。假设你一个月要花一千，你就要想办法赚到第一个六千块，才可以让你继续 focus 全职的在这里继续精进你的 trading 的个技术跟技巧。所以这里就来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今天你想要靠 trading 赚到钱，这样你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起始资金，你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你会开始想要，哦，我现在有一点点技术啊，我的技术好像开始成熟了，你会想要去拿别人的钱，就是跟人家借也好，或者叫人家投资你也好，你一定会要承受更大的饭。除非你跟我讲你要做 part time， 你要做 part time， 这样你不用拿人家钱。可是如果你要做到 full time 的话，如果你是讲白手起家，你肯定会需要碰到别人的钱。这样碰到别人的钱，因为涉及到人嘛，涉及到你跟人家借钱，怎样都好，你会需要受到一点委屈哦，你需要去跟人家求哦，你可以给我钱吗？投资我？那个时候你是会比较卑微，这个就是心酸的一个点，而且你会承受到你拿人家钱的压力，因为你输掉的钱是输别人的钱，而且那时候你是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实力去还这一笔钱了。你输了，你可能就是一个洞，洞越来越大，这样子的概念。你的第二个心酸就是你必须承受这种压力，你是无可避免的。然后你也知道，如果你是跟一些散户 investor 拿钱的话，他们通常因为是他们辛苦血汗赚到的钱，然后你要分很多人，可能你要筹一个一万块的起始资金，你可能要跟十个人拿一千块，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有信誉，人家也不相信你，他最多给你一点点，在给你一点点的情况下还要要求很高的 return， 不然人家不会给你，因为没有 value 嘛。我又不懂你是不是骗我的，so that你至少要给我一个很高 return， so that 我才有那个动力给你钱嘛。so 又要高回抽，然后又会一直斤斤计较，然后时间又很短的情况下，因为每个你给 retail trader retail investor 的话，他们要的是可以尽快甚至马上看到的回抽。so that 在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已经走过那个路了， so that 我是很清楚知道那一段时间你会非常的压力，你必须逼自己每一年每一个月达到那个 KPI。 我还很记得当初我是给两个礼拜 10%， 一个月就是 20% 的一个回抽，所以我一直要想办法分那个利息。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如果一个月只赚 30%， 我最多赚 10%， 而且还不要去算如果我输的话呢。所以其实这个生意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其实是倒贴的一个生意来的。可是在那个阶段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建立名声，你要建立信誉先，而且你要有点抛砖引玉的概念，让人家先开始，你才可以有后续收更大的饭。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你是不赚钱的，因为你先考虑到你要先利他利人家先，所以你过后才会有更多钱。而且你为了要维持你的 reputation， 你一定要 deliver， 这个压力你就是必须要承受。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心酸的，你从 part time 蜕变成 full time trader 会经历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前期的压力，或者是没有赚钱的。我刚才有提到了，就是 OK， 因为为什么我讲你一开始必须要给到比较高，所以你过才有一个 margin 可以去 create 那个 urgency。你们可以看这个影片，我在这个影片我有解释过为什么我要慢慢去递减那个 return， 所以你后续才可以有一直源源不绝的正向循环，得到更多的投资者的信赖跟更多的钱进来，而且你自己不会那么压力，因为你的 cost of money 会越来越降低。 OK， 所以仔细的流程，如果你真的现在是要从 part time 转成 full time， 我建议你可以看这个 video。
video 很实战的，我当初就是用这个方法在六个月内从500块赚到640千。所以这里我就不加长谈，因为我怕影片太长。你会遇到的一个心酸的一些事情，就是在你的资金慢慢扩大的过程，每一个资金的 level 都是你会面对到不同的挑战，甚至是难关，甚至是一个黑洞。 OK， 为什么？因为你 trade 0.5 粒 BTC 跟你 trade 1粒 BTC、 2粒 BTC、 5粒 BTC、 10粒、 20粒、 40粒甚至到80粒，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烦恼跟不同的挑战。因为当你 trade 很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大压力，跟当你 trade 到2个 BTC 以上，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才10多岁一个学生，我还没有看过几十千的现金在我的手上了，所以我会很压力。So that 可能又在上一个 level 到40例，你已经会有 risk limit 的问题。 OK， 就是你在那个 trading account 里没有办法 trade 那么大额，或者是说在更高一点80例 BTC 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玩 future 的话，你会很容易成为 target， 很容易成为目标被爆。 So that 那时候你需要玩的是现货，玩 spot。 So 每一个 level 你要做的一个调整跟 solution 都有一些些不同。 So that 这个挑战其实是好的，这个是把你跟别人拉远距离，跟把你自己做独特的一个点。 So that 有好有不好，好就是你有一个 advantage， 你有竞争优势。可是不好的点就是你要突破得到，你突破不到，如果你在这里你已经达到了20粒 BTC 的 level， 然后你真的是顶不顺，你真的是出问题啊，真的是出事，你的负债，我们讲夸张，你输完的话你要欠20粒 BTC 的一个负债，20粒 BTC 就差不多100万马币了，以现在的价钱呢。 So that 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挑战，你要从 trade 要精准，到后来已经跟 trading 精准度没有关系了，反正是你怎样 manage 你的 risk， 怎样 manage 你的资金的 allocation，这些比较更繁杂，更没有一个准确答案的一些事情，这个是你的心酸第四步了。走完这第四步了，其实你已经开始慢慢从一个菜鸟慢慢变到一个很有经验的 trader， 因为你有办法 handle 这么大的资金，可能80粒 BTC， 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 value 了。这个第四步很关键，你做得到的话，你就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一个 trader，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达到第四个 level。 OK， 到了第四个 level 过后，你会想要跑去第五个 level， 就好像你会开始想要把它企业化。什么叫企业化？你就是想要让这个东西变成自动，它可以自己赚钱。你用 trading 的方式， trading 的 concept， 你可能做 trading bot 啦，或者你是教人让人家帮你 trade 啊之类，种种，总之你已经要想办法从这个 trading 的生意抽身出来。因为在还没有企业化之前呢，你什么东西就是你要自己 trade， 自己操作，自己分析，自己看盘。所以你没有做，你没有 trade， 你就没有收入。 In order 要把这个东西玩大它，你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甚至人，甚至团队来帮你做。这个就我讲的企业化，这个才有可能你可以无上限的拿资金，你可以拿一个亿，你可以拿100亿都可以，因为你有一个团队来帮你打消这些资金，来去做到操作，来赚到回抽这个目的。所以这是第五步，前面那步四步心酸走完了过后，这第五步心酸，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大的话，你有够大的野心，你想要做到可能1000万、1亿美金的这种国大的话，你会有这个烦恼跟心酸哦。你要栽培团队，可能甚至会因为不熟悉而踩到钉子啊，这个是可能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所以到最后，为什么我讲五加一？五加一最后那个一类，其实是你野心真的很大很大，你是要做 top 100 BTC 拥有者，你可能可以排名的话，你一定是要跑第六个，就是我讲的你要想办法做庄。什么叫做庄？然后跟企业化有什么不同呢？企业化是做 business 怎样都好，都是有亏有赚的。做庄的话就是不管 market 怎样，它上它下，你怎样的情况你都是赚钱的。举一个例子，好像交易所你管它上还是下，只要它上有下，甚至如果它的浮动越大的话，你反而可以从中赚到更多的钱。这个是我在想的方式，也是我现在在前进的方向。 OK， 就是我要做到庄，听起来好像不切实际，可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生意在 run 着。你可以达到那个 level 唯一的门槛就是很高，它需要很多钱，你需要很多人脉，需要很多技术团队来去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野心，或者是你真的想把这个事业发展到这个高度，你可以去想，这个就变成第六步心酸了。可是这第六步一心酸，你一过，你只要越早达到，假设你30岁达到的话，后半生几乎你不用烦了，而且你是钱不懂要怎样花完的那种情况。OK， 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的五加一步的心酸分享。So that 如果你想要从 part time 转成 full time， 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的路径啊，这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事情，然后我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事。OK， so 这个一点点分享，希望有帮助到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今天的内容觉得你很兴奋，有学到东西的话，记得不要忘记帮我按赞，然后订阅，开启旁边的小铃铛，so that 每次影片更新你都不会错过。然后记得 share 给你的 trading 的朋友，或者是对金融 forex 有兴趣的朋友 share 给他们看，给他们看到 crypto 的
为例。OK， 记得也去看我刚才讲这个 video， 看我怎样从500块变成640千，在6个月内。OK， 所以这也是 Anson Dan 的 Traveler 做手播客，爽爽 vlog， 我们爽了再 vlog，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